好啦，各位同学，我哋嚟到第八条啊。第八条咧系一条function 嘅问题嚟嘅，咁你可以当佢 polynomial 都得嘅。f(x) 就系 x 三次加 c x 二次加 c， c 系 constant 啊。咁要你计 fc 同埋 f 括弧 c。咁其实呢个就非常之简单嘅啫。我哋可以直接将个 c 塞翻落去个 x 嗰度。咁 fc 就会 x 三次加 c 乘 x 二次加 c。咁 f 括弧 c 咧就负 x 三次，即系负 x 三次啦。即是冇咗括弧，跟住再加 c， 负 x 括弧二次加 c。咁呢个嗱呢个就多咗个负啦。咁呢度冇咗个负啊。咁你睇落去就呢两个 cancel 咗，呢两个就变咗两 c 三次加两 c。咁所以就咁样就搞掂咗啦。所以个答案系 c。我唔知系佢特登噶，即系可能有意嘅，即系话俾你听，其实个答案就系 c 啊。不过呢啲纯粹吹水啊，唔好当真实事件啦。好，第九条，k 是一个 constant such that 2kx 四次加 kx 三次减 4x 减16 is divisible by 2x 加 k。 咁调翻转睇咧，即系 2x 加 k 咧系个 factor 嚟嘅。咁 by 个 factor theorem 咧，即系可以代个负 k over 二落去系等于零。所以嗱，首先我叻咗 f(x) 系呢个先，即系嗰个 polynomial。咁跟住代负 k over 二落去。代落去啦，二乘以负 k over 二嘅四次加 k 乘负 k over 二嘅三次，减四乘负 k over 二减十六等于零。好啦，咁呢个 k 四次，跟住二嘅四次就十六，十六即系约咗剩翻八。好，咁呢个就负吞出嚟 k 失四次，咁八，咁呢个负负得正就二 k， 所以题目就变咗咁样。咁呢两个 cancel 咗嘅，得翻二 k 减十六嘅啫。咁所以其實我哋就會 k 係八嚟嘅，咁所以答案係 D。好嗱，咁我哋呢條完咗啦，咁我哋睇下一條。